eCentral 是专为中小企业所设计的新时代自动化企业 SDN 解决方案。传统企业网络管理复杂，问题发生时，网管人员难以在第一时间内快速准确的去侦测解决问题。eCentral 中央式网管界面能高度整合所有被纳管的设备，并转换成视觉化的即时监控拓扑，迅速的侦测问题。视讯及语音会议是很普及必须的，但常因为过多的网络应用程式在同网域内运作，将频宽占满，造成封包无法顺利传输，影响会议品质。eCentral 内的 QoS 功能可为重要的网络应用程式保留所需之频宽，保证画面及语音封包传送顺利，且不影响其他使用者之网络应用程式。企业网络安全把关不够多，骇客可轻松地利用病毒瘫痪公司网络，并窃取公司机密资料，公司网络安全岌岌可危。eCentral 内的 SDN NFV 防护功能拥有多种认证方式来建制安全的网络环境，更能以 NFV 技术整合企业常使用的 Radius 及 DHCP 功能，让企业安全防护系统更加可靠。eCentral 提供企业高效率网络设定，相对于传统网络 CLI 指令，网络设定可细致各流表及其之 QoS， 图像化拓扑可迅速诊断网络问题。SDN 网络与 NFV 应用相互依存，导入 NFV 可使企业网络的建制成本更为节省。